美术生为了不画画找过多少理由？最讨厌画画了。那咱俩画。你干嘛去？涮笔筒太久没洗，不馊了。你就不能乖乖坐下画上一张？你永远都不懂我的痛苦，瓶颈期真画不出来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奇了怪了，怎么贴不齐呢？来，我帮你。哎，不画了，不画了，贴都贴不好，画什么画？不画了，不画了，走。Soon after。好了，可以画画了。可以了。你上厕所。老师，能做张画画吗？来。我亏你了，我正困呢。睡一会儿，睡一会儿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如果爱好成为你的专业，就直接失去兴趣了。我只知道，你再不画，大学都没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画画画。这可不是我不画的，上模特。哎，你们慢慢画吧，我请假回宿舍睡觉呀。老师，我想请个假。怎么？我邻居家的狗被拼音。哦，我想请个假，我去给他辅导。谁家狗还要辅导拼音？